Hello， 各位小老米们，大家好，老爹我又来了。每晚八点十八分，风里雨里，芒果 TV 蹲你。近日，赵丽颖的新剧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官宣男主是秦汉的时候，因为其知名度不高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不过，在热播剧《楚乔传》中，莉莉捞爹却注意到了一个这样的90后小兄弟。你说你惹谁不好，偏偏惹到我赵西风。对，就是这个长得帅帅、演得坏坏的赵西风了。他的扮演者是一个名叫秦汉的影视小鲜肉，目前现在赵丽颖工作室下。这会儿你们懂了吧？我们看起来傻傻的英宝，其实早已经是一个女总裁了，手握一大批资源，准备推新人呢。当然，比起这位大家不太熟悉的影。boss 布丽达秘密虽然演技还不能受到瓜友们的一致肯定，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，在娱乐圈里他绝对是一个称职优秀的好老板。所以今天老爹就对比一下这两位美女总裁的捧新人不同方式。迪丽热巴、高伟光、张云龙、张彬彬等等，这些大家都听过的名字全部来自于杨幂工作室。而且吴丽美逢周五必上热搜的胖爹更是发展成为了一线小花，完全复制老板的路子，知名度什么的也不输大秘密了。我们蜜老板推新人的方式简单粗暴，刷脸最关键。2014年10月13号，他盛装出席金女神的颁奖典礼红毯上，令人感到意外的是，他居然带上了刚签约才几天的新人。今天跟我一起走红毯的是我自己签的我们公司的艺人热巴，然后云龙在这儿，然后希瑞还有伟光。你们的 boss 会在你们刚进公司的时候就带你们去最高档次的 party 吗？我们这强硬的植入新人广告也是相当服气。之后，他也慢慢的带着新人上综艺刷脸，什么《怦然心动》剧组上快板，《三生三世》剧组上王牌。再看另一边的影 boss， 本人不怎么上综艺节目，所以比起大秘密来说，他给旗下艺人的曝光度可能还远远不及。但是好在我影专注于电视剧行业，于是乎更多的是靠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来带领新人。我影保这电视剧方面可是下足了血本。我们大秘密主演的电视剧中，目前还没有一部是给自己旗下的男艺人男一号的位置。但是目前正在开拍的新剧《你和我的倾城时光》，影保就将重要的男一号推给了自家新人金汉。要知道，虽然他目前靠着《楚乔传》稍微有点名气，但是跟流量 TOP 赵丽颖搭戏显然是越了等级。相比来说，我英宝虽然目前给到的资源不是特别多，可是个个都是大 case， 如同老母亲般，给到你的必然是自己最好的。而大秘密呢，更像是人生导师、指路者，后面的事情还是得靠自己啊。好了好了，不管怎么样，哪个小新人有这样的老板，无疑是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有了一条便捷之路。对于老板们来说，自己家投资的剧让自家艺人来当主演，自己坐收其成，最后还有一个女强人称号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让老爹再来跟你说说娱乐圈熊孩子们的那些事儿吧。